您好，我是 Brian McLaughlin， 中文名字穆浩天，我是在克罗伊登长大，依然居住在这里。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去了中国，在那里居住生活了八年，做过一名口译员，目前是 Richard Oliver 的一名本地房产置业顾问。对于2022年克罗伊登以及周边地区的房地产销售情况是很有故事的一年，比如2号 Alexander 街以235万售出，29号 Queen 街售出价格为265万，9号 Appian 街以800万的售价出售。克罗伊登2020年成交价最高的房子是8到10号 Harvey 街以447.8万售出。以我多年生根在克罗伊登和保活的房产销售经验来看，如果您想在2023年出售您的房屋，圣诞新年的假期是一个理想的准备时机，以确保您的房子上市的时候显得更有竞争力，更有吸引力。我有行业内的各种资源，包括油漆工、木匠、园丁以及室内布置设计师，还包括海量的房源客源数据。如果您想做房产估价，请尽管跟我联系，我可以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方案，不是简单的提供一个房产预期价格，还包括宣传营销的方案整合以及数据库的匹配，以确保您的房子能卖到最高价格。期待与您联系。